结果他们现在报的竞选费用，大概才2000多万，你相信吗？这个就是我讲，这台湾的政治就先翘起了。市长丁瑶都提出了选举的账目收支结算表，分别是3000多万跟4000万，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提出满意吗？还是觉得虚假的？他们两人的竞选费，不、啊，这个跟那个哦，4年前你的那个林瑟文在监察院报的竞选费用比我还低，你们相信吗？结果他们现在报的竞选费用，大概才2000多万，你相信吗？这个就是我讲，这台湾的政治就先翘起的，这个正直诚信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是说人家什么 liar 什么，这种公开场合还不，我就讲嘛，这是台湾人民的智慧嘛，你相信他们的竞选经费2000多万，你相信吗？好，不要讲人家坏话。市长姚文志问你说，你的关账这个关账之后还有钱进去，这时候没有回答。不，我现在哦是这样，那种竞选费用不是我实际在管的，人家哈，所以这不要怕，逃不了和尚逃不了庙，这离选举还有2个礼拜，我现在回去叫他们竞办哦，把那些东西查清楚，一次讲清楚。坦白讲哦，候选人。我是候选人里面算是没有在关心账务了，因为大概钱就那么多，反正我们也没有去跟人家收钱嘛，是哈，没有去募什么款，大概钱就是那一些。不过这种详细的细节哈，还是给专业来回答。反正这一两，我敢最慢一两天就一两天就可以跟大家讲。